今晚可以当我男朋友吗？轩哥。嗯，哎呦。轩哥，我们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是好朋友啊。哦，原来只是好朋友啊。那刚刚。刚刚我有点冲动了，我给你道个歉。哎，不是，你干嘛去了？哎，不是，大半夜的去哪儿啊？你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啊？喂，爸爸。哦，知道了。是不是晚上没回宿舍，导员给你爸爸打电话了？不是。那是啥呀？轩哥。嗯。你今晚可以当我男朋友吗？啊？今晚当你男朋友？就是我爸爸老想让我去相亲，所以让你今晚当我男朋友。那我得考虑考虑。哎呀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帮我拒绝一下喜欢我的男孩子就好了。哦，嗨，我以为你爸来了呢。那就是相亲对象来了啊？嗯，不是，这么晚来干啥呀？那你说吧，我怎么演？不演就是最好的演。不是，哪有第一次约女生来这种地方呢？这也太不靠谱了。是啊，也太不靠谱了，幸亏是你陪我来的。哎，轩哥。啊？你交过很多女朋友吧？不是，我都这岁数了，我再不交过几个女朋友，我是不是显得不正常啊？从来没谈过恋爱呢。不是，你从来没谈过恋爱啊？那挺好的呀，挺好的。那我给你算算啊，你呀，你就是缘分还没到。不是，你干嘛呀？牵手啊。牵手干嘛呀？你说。他不是演我男朋友。